嗱，我哋一齊讀第三點嚇。神在每個基督徒生命中都有極奇妙的計劃。神咧喺我哋生命中有個好奇妙嘅計劃，奇妙到即係神嘅奇妙咧，其實每一樣嘢都好奇妙嘅。我係好中意大自然嘅，我發覺一朵小花、一塊小葉都好奇妙嘅，係咪啊？神所創造都好奇妙，我哋睇我哋身體都好奇妙嘅，同埋我哋經歷聖靈。有啲人講：哇，真係好難形容啊！嗰種平安啊，嗰種愛啊、釋放啊、安慰啊，譬如隻仙姊妹講到，哇，個心鬆曬，係好難形容出嚟。哇，點解個心忽然間鬆曬咧？係我成日都經歷嘅。我啱啱咧上個禮拜短宣啦，咁有個人就車我去啊，去啊，即係其實去為佢嘅仔祈禱啊。喺咪個路程我就為佢祈禱。咁我咧就由佢係 OK 喎，我攝錄佢咩咧？佢喺個路程上一路充滿喜樂，佢一路揸車又充滿喜樂。咁當然佢係睇路噶啦嚇，佢睇路。但係佢咧，佢話即係從來未試過啊，未試過喺裏面開心出嚟嘅。咁咧呢個就係神好奇妙嘅工作，神係好奇妙，並且神會使用我哋每一個，每一個都可以提升嘅。但係太多基督徒覺得自己太平凡，但係神係願意使用平凡嘅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。我哋喺神嘅愛同埋喺神嘅供應，第二點就係神嘅供應同埋祝福。第三點咧就係神嘅計劃。神有個計劃俾你係好到不得了。你有一日上到天堂，你話：哇！原來神計劃咁好咁好，點解知我活得咁少出嚟嘅咧？咁你就會哇，真係嘥曬。我哋只能夠活一次嘅啫，係咪啊？我啱啱謝先個敬拜，可唔可以再活多一次得唔得？謝先個敬拜可唔可以做多一次？都唔得喎。你當時投入，你就當時即刻投入。我哋每個人只能夠活一次，呢一次有幾燦爛，或者有啲人幾咁困難，佢個生命就係咁啦。咁有啲人話係人哋衰，所以我咪唔開心咯。咁人哋衰人哋嘅事，咁點解攬上身咧？你唔將佢放在心上，佢唔好，佢講嘅説話係唔好嘅，你咪容許佢喺空氣中消失就得噶啦。負面嘅説話你可以容許佢，佢講完佢鬧完你，你唔使放在心上嘅。嗱，呢樣嘢我哋下個禮拜會講到點樣唔俾人影響。但係好多人就係因為人嘅緣故，或者因為自己嘅緣故啦，而唔能夠活出呢個神嘅計劃。事實上，我哋唔能夠控制我哋際遇嘅，係咪？我哋冇一個人能夠控制，所以好多人就好擔心。不過我哋感謝神，神係控制到嘅。嗱，如果即係其實普通人嚟講咧，係完全對於前路係唔肯定，佢哋希望樣都順利。所以讀書的人希望讀書順利，希望自己一路健康，希望可以找份工好的，希望找一個好的太太或者丈夫，希望呢就結婚是順利的，希望呢生的仔又健康的，是不是個個都是希望的？希望一路有工作，樣樣都希望。但是當有一樣東西不是實現的時候，很多人就會開始就埋怨了，就覺得很慘了，覺得很困難了。可能我們中間都會的，哎呀，點解又咁樣咧？點解又咁樣咧？係咪神對我哋唔好咧？我哋就會有呢啲嘅負面嘅睇法。但係我哋有神係唔同嘅，因為神係掌管我哋嘅際遇啊！我哋嘅際遇喺神嘅掌握之中，所以基督徒係好唔同嘅。我哋行前面好唔同，但係好多基督徒咧就冇使用呢樣嘅恩典喎，冇使用神嘅 GPS 喎。神嘅 GPS 就帶住你行呢條路咧係最好嘅，就用自己嘅 GPS。就係用要搲錢啊，要得到世上嘅嘢嘅時候啦，我哋係會好多時會失望嘅。嗱，有時基督徒都會覺得前路迷茫嘅。有時咧，哎呀，點算咧？前面點算咧？即係唔知道前面條路行成點樣樣嘅。咁亦都有啲人咧，就覺得自己生出嚟咧，就嗰個生命嘅路程咧，都係唔係咁好嘅啦。呢個係一啲錯誤嘅觀念。所以廣東話有時話整定嘅，有啲人就覺得佢自己整定。希望大家冇呢啲錯誤嘅觀念嚇，我哋先講嘅咧係一啲嘅錯誤嘅觀念，覺得自己整定係唔好嘅，呢啲係唔信耶穌嘅人會有時會咁樣諗法，即係喺唔信耶穌人覺得點咧？哇！有啲人生出嚟就哇，父母又有錢，佢又樣樣都豐富，睇住佢樣樣都順利，哇！覺得呢個整定好嘅，啊，好似自己又窮。父母又鬧自己，又冇機會俾自己，自己又成日俾人窒住，講嘢又講得流，講得拉拉咳咳，唔能夠好順暢表達自己，去做工又冇人中意，咁嘅時候咧，覺得自己一生人咧都係好坎坷啊！但係神係可以將呢啲改變嘅。其實我係俾人鬧嘅次數係真係唔少嘅，係好多嘅，係好多好多次數。
係萬數計嘅，唔係千次計嘅，係好多好多次嘅。但係咧，我喺呢啲一切中成長啊，係學習到唔俾佢影響，即係我係遇到困難係好多，所以咧唔係話一定係要順利嘅人先能夠發揮生命，唔好因為唔順利而睇小自己。嗱，當人唔認識神嘅完美計劃咧，就唔能夠發揮生命，就會落喺困苦嘅，因為佢唔知道嘅時候咧，佢就覺得乜嘢都係靠命運。什麼都要靠前面的路，很多基督徒都會這樣，靠前面的路，但我們有神是不同的，這個不是天方夜譚，不是 空談的，是真實，神真的會開路的。即我自己一個貧窮家庭出身，在我小的時候呢，似乎看上來是困難，是暗淡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爸爸經常賭博，家裡經常都沒有錢，冇錢嘅時候食發毛米啦，豉油撈飯啦，喺咁嘅情況營養不良，咁樣嘅情況之下長大，亦都咧係應該冇機會，即係讀完中學就算嘅。但係神會俾我有機會讀到大學啦，同埋兩個碩士學位啦，都係神為我預備，並且俾我機會學好多樣嘢喎。神又俾我聰明智慧，樣樣都學得好。當你有呢個神呢、這個心去跟從神嘅時候，神係會凡事祝福嘅。我希望大家咧，不要覺得你的生命 是停留在這裡。並且我去到現在這個程度，我時時幫到人，我就會更加問神，我怎樣可以再提升。如果你大家看到什麼方法再提升，我又可以再踏入的。今天我們有幾個朋友來了，他們都是 Patch 介紹的，他們就告訴我有一個商人的，就是那些做生意的人的一個基督徒的聚會。咁佢話你嚟下好唔好啊？咁我話好啊，因為點解咧？有機會祝福人我就去噶啦，即係話不同嘅地方去祝福人咧，神就會祝福嘅。咁我今次去宣教呢度咧，亦都一個網上識嘅人，識咗幾年噶啦，已經佢已經帶我一次噶啦。上一次嘅聚會都係有成200多人嘅，咁亦都係好多人經歷聖靈好大嘅工作嘅。咁我亦都期望今次神都係好大嘅工作。神都可以咁提升，一步一步提升嘅，越嚟越高嘅層次啊！你都可以嘅，你同隔離嗰講，你都可以咧進入一個神極高嘅層次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神。但係事實上，好多基督徒咧係俾魔鬼同埋罪咧綁實咗嘅，或者俾家庭問題啊、鬧交啊、唔開心煩惱啊綁住咗嘅。在你周圍有沒有認識得這樣的基督徒啊？是沒什麼發揮的，什麼都做不到，他經常都哎呀我太煩了，太多問題了，哎呀好多問題啊，我的子女又不聽話，我的身體又不好，我又情緒不好，我睡得不好，每天都是很多都是不好的。那個時候呢，他們覺得僅僅得救就已經是很厲害的了。怎麼說發揮啊？即是他們覺得發揮就是哇那些很順利的人，好像我咁點得咧？其實神唔係嘅，神使用任何一個人，任何一個人，你只要俾神用咧，神都會使用你嘅，冇一樣嘢難阻到嘅。而且有啲人話：咁我搞掂我啲嘢先啦，我搞掂我就會去噶啦。係啦，你等搞掂啦，可能你永遠都會有啲問題存在嘅。你要等嗰啲問題全部處理好曬咧，樣樣都順利嘅時咧，你先開始發揮啦。可能已經好耐好耐嘅日子，或者冇咁嘅日子嚟到。當你開始被神用，你開始發覺那些問題其實不是那麼大問題的。其實多數人經歷的問題我都經歷過，即不是全部啦，很多人經歷過的問題我都經歷過的。但是我在困難中我是決意不放棄，我試過很多困難，一路被人傷害，我說我的心裡面即是說什麼呢？我的心不是說為什麼他那麼壞的經常罵我的，我是說神有奇妙計劃，無論人怎樣對我，我都是一樣在行出神的計劃。神是愛我的，神也都愛他的，神一定祝福的，一定提升的。我時時我日日都告訴自己，我日日都會這樣宣告，神愛我，神祝福我，神跟我一起，神照顧我的，神加添我力量的，神要大大發揮我生命。我經常都告訴自己我可以開心的，哈利路亞，我經常都這樣告訴自己的，因為事實上我們是這樣的嘛。其實我們個個都是皇帝仔和皇帝女，但是就活得似烏兒，好慘好慘。但其實那個是皇帝仔皇帝女來的，那你就說我是皇帝仔來的，是皇帝女來的，其實是很多恩典。但你說不像，
你到天堂嗰時就好似噶啦，個樣好似啊。嗰陣時咧，你就會好哇，好榮耀。咁你係世上唔似咁啊？點咧？其實我哋裡面似啊，你裡面可以有平安喜樂，你裡面有能力啊，你係可以發揮到出嚟。但係好多基督徒咧睇住啲問題咧，就發覺好難好難。其實呢個有幾多人有困難嘅？請你舉手。個個都有困難，邊個冇困難啊？請你舉手。即係個個人都有困難，但係你肯踏出，你就會被神使用。嗱，呢個經文係我好中意嘅經文啊，詩篇139篇16-18節，我一齊讀啊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到一日，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，其數何等眾多，我若數點，比海沙更多。嗱，呢個經文咧係我一個好重要、好重要的經文，就係我你所定嘅日子，我尚未到一日，你已經寫在你嘅冊上，已經寫咗喺天上。咁我哋中間咧，以斯拉咧，舉舉手啊！佢係上個天堂見過呢個生命冊。另外咧，喺網上你睇葉牧師咧，即係上 YouTube 揾葉牧師咧，就會見到我啲影片啦。另外一個就黃傳道咧，亦都係上天堂見到呢個生命冊嘅。在这个生命册里面呢，就记录了他的生命，见到他以前伤痛的时候，神都写下神的感觉。这个生命册也都记录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。在我们尚未到一日，在你妈咪的肚里面的时候，一粒仔的时候，眼睛都是看不到的时候，这么小的时候，神已经将我们的生命写在天上。当我们都未曾来到世界，在永恒里面呢，神已经写在天上。神写会不会写他又蠢又冇用，又做唔到嘢，又樣樣都失敗咧，係咪咁寫咧？神唔係咁嘅，神寫咧係祝福、提升，佢係好有潛質。咁佢話：點解我會出嚟又唔係咁嘅咧？咁有好多不同嘅因素。如果每一個人都係由細個俾人一路興起咧，就會好唔同嘅。不過而家都唔太遲，而家開始興起咧，你都可以大大俾神使用。你而家開始發揮咧。大大俾神使用。嗱，我自己學彈鋼琴咧，係35歲，學咗2個禮拜，我即刻用。其實冇人教我嘅，係我自己彈嘅。咁啊，點解自己彈咧？因為我識吹口琴，我識得吹，即係聽到個音，我就知道咩音啦。即係譬如話 ，so re do do so re mi do， 咁我就照彈翻個音啦。初頭嗰陣時我彈琴就咁啊，咁由佢一個手指就彈一個 chord 一個和弦，咁我咁初頭彈就咁彈嘅咯。即係右手去邊度，左手去邊度嘅，咁冇人教嘅。咁但係彈出嚟都 OK 喎，都用得到喎。咁然後後來咧有機會我就學啦，有機會一路提升啦。就係呢個咧，就係神可以俾我哋機會一路提升嘅。喺細個嗰陣時冇，而家有翻，好唔好啊？細個嗰陣時冇嘅，細個嗰陣時未學到嘅嘢，你而家可以學翻。當然唔係個個都要學彈琴嘅。每個人學不同的，不要緊的，你學有哪樣你就學哪樣，你眼前有哪樣機會，我這裡很多東西都有得學，是不是？現在給你操的，所以呢是 很重要的、啊、可以譬如輔導啊，去宣教啊，去領敬拜啊，都可以一起去做的、啊、很多東西我們都可以一起服侍的。神已經寫在天上，寫的都是美好的，所以你每天都告訴自己，我是可以脫離現在的困難和無力，我是可以活出這個奇妙計劃的。我現在活出的並不是神這個最完美的，現在還是向這個方向去，但我可以開始改變。其實個改變就是一個信心，你今晚即刻相信我是神的王子和公主，哈利路亞，我是有福的，神已經為我預備很多很多的恩典。當你這樣相信的時候呢，你即刻的心態就可以改變，你即刻開始你就會有平安喜樂，同埋你唔會咁計較人做嘅嘢同埋講嘅嘢，唔使咁緊張嘅，唔死得嘅，鬧兩句唔死得嘅。你反而你鬧翻佢咧，你自己就會傷害自己啦。所以我哋就神啊，幫助我哋深信。你今日開始相信咧，你開始唔同。嗱喺我一信耶穌，我就傳福音喎。我一信耶穌，即係話俾人聽，神好真。當時唔識講曬嘅，神好真嘅，咁講俾你聽。因為我當時最深刻印象就係神係好真，真係有個真神嘅。你真係信耶穌可以去天堂，咁就話俾人聽咁啊。亦都講俾人聽點樣信耶穌啦。當然，好啦，當我咁樣做嘅時候，其實咧，我係喺起初時啦，初頭嗰幾年咧係帶唔到一個人信主，但係我喺第3年，我帶咗好多人信耶穌。
係有一個成熟時期嘅，一路提升嘅。當時我就喺一間基督教學校教書，係我帶咗成扎我全班同學帶信耶穌，我又每日同佢哋做查經啊，做又帶佢出去報道啊，成班人跟住我嗰陣時咧，已經係影響緊人。即係話咧，當你一轉念，我一信耶穌咧，其中一樣改變，我細嗰陣時咧成日口窒窒嘅。點解口窒窒咧？因為屋企人咧唔係好聽我講嘢嘅，啲朋友又唔係好聽我講嘢，所以我講咗一半咧就冇乜信心講落去。但係當我一信耶穌咧，我一講福音咧，一分享咧，就覺得好好想講落去，於是咧就好流暢啦，即刻改變嘅。你都可以即刻改變。當你有呢個信心嘅時候，你即刻可以改變。你同隔離講，你有信心，你即刻可以改變。你係咪真信咧？你係咪真信啊？你信唔信啊？咁你改變未啊？改變。而家我就係王子公主。哈利路亞！可以大大嘅提升。我上面朵已經寫咗冊上，寫得最好嘅。咁跟住講咧，就跟住話咩？神啊，你嘅意念向我何等寶貴！就係寫乜咧？就係寫好多寶貴嘅意念，寫曬好多好多好寶貴嘅意念喺你嘅生命之中。其實你就算諗下，你嚟呢個聚會咧，都係可能有透過不同嘅人帶你嚟到呢度，或者話俾你聽。咁呢個都係神用不同嘅意念。你信主可能有不同嘅人幫你。我自己信主嗰時咧，真係有不同嘅人同埋不同嘅環境咧，好多嘢我而家唔再講啦。個故事即係要時間，我就唔講啦。但係神真係使用不同嘅人喺適當嘅時候同我講嘢。適當嘅時候，我又諗到嗰啲意念，神就俾我啲意念，又俾我睇到嗰啲書，啱啱好令到我開始去諗。如果我到而家咧都未信耶穌咧，信耶穌嘅機會就好低。但係當時嗰陣時咧，我一聽到即刻好興奮，即刻咧好有心去追求。啲都係神俾我哋意念，係好多好好嘅。神俾我哋好多意念。咁我希望大家，如果你嘅心中對自己覺得有種，唉，我成日都係咁嘅，呢啲意念開始要除啦。你每日咧唔好再係一種唉，好慘、好困難嘅狀態，而係每日都話我係好寶貴嘅，我係好重要嘅，因為神喺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。你諗下。一個皇帝佢生一個仔，佢一個女，佢會唔會計劃定？佢會有啲好嘅計劃。當然中國有啲皇帝唔好嘅，將個女嫁咗俾啲匈奴啊，好遠嘅地方，為咗要結邦交啊，係嘛？即係有時有啲做一啲唔好嘅。但係的而且確有好多皇帝係佢真係會對佢嘅仔女係非常好嘅，係非常之有即係好非常好嘅計劃嘅。我哋嘅神嘅計劃比呢一切更加好，所以你深信呢、這個計劃係安定在天。不過是我們有沒有攔阻這個計劃而已。羅馬書12章1到2節，我們一起讀一下。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，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這個經文告訴我們，神有一個善良，很善良的，不是惡毒的，不是陷害你的，不是搞你的。有些人說神去整人，給一些困難我整一下，我看看我怎樣。神不是整人，那個是魔鬼和罪，還有我們自己。我們如果打機打到好東西，是自己整到自己的精神不好，自己的身體會有毛病，或者吃了很多肥啊，吃了很多太多的東西，以致有糖尿病。這個是自己沒有照顧好自己，所以我鼓勵大家吃健康的，多些運動，不要糟蹋自己的身體。神的善良純全的，是 perfect 的，完美的，可喜悅的，是神喜悅，我們有歡喜的。有些人說不是的，我自己選那個女仔漂亮一點的、cute 一點的，神揀嗰啲人好正經個頭啊，正經個頭唔要嘅嗰啲唔好玩噶，即係個觀念咧，神嗰啲就唔好玩嘅，就是、太正經。我自己揀嗰啲咧，嗰啲先係好玩噶嘛咁。但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覺，以為人自己揀，其實好多時人自己以為揀嘅路係好，其實咧呢個係愚蠢。我哋點能夠比創造咁多咁靚嘅嘢嘅神更加聰明智慧係咪？創造我哋嘅腦。我們沒有想像他怎樣能夠將這麼多億萬條的電線，每一條電線都是很幼很幼，是幼到不得了的，所以裝到億萬條在腦裡面，能夠分佈去全身
咁多地方，而每一條線路咧都係傳電嘅。當你聞到味嘅時候，佢都係傳啲電去個腦嗰度，但係個腦咧就唔會話係當係睇到嘢喎，即係睇嘢佢就解釋係睇嘢，並且係清嘅，唔係好似嗰啲電視畫面有時咁樣有啲畫面係清晰嘅。我哋感謝神，神做我哋身體好奇妙，神咁智慧，佢唔會整一個咁唔好嘅計劃，其實唔一定唔會。其實我哋睇到神嘅工作樣都好嘅，係咪經歷神係咪好啊？好平安，好輕省嘅，唔會話啊今次。點解今次咧敬拜嗰時咧就搞到自己人咧好唔掂咧？唔會嘅喎，係越嚟越平安輕鬆嘅。即係神做嘅總係美好嘅，神係冇做錯嘢嘅，神創造樣都係好美好嘅。好啦，點樣行呢個完美嘅計劃咧？係可喜嘅計劃，就係第一就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。但好多人就話咁樣樣哇，好辛苦嘅喎，你做基督徒又要獻上。哇！好辛苦，損失我啲世上嘅歡樂時刻喎。哇！歡樂時光我可以去玩咁多，但係咧喺去跟從神又要獻上自己。但係其實你獻上自己係最聰明嘅，因為嗰種喜樂係最好嘅。其實我呢個人咧係玩過好多嘢嘅。點解咧？我又玩細個玩游水啦、溺水啦、釣魚啦。我哋由一個海灣游去第二個海灣啦，打乒乓波啦，打壁球校隊啦。打網球啦，打籃球啦，打羽毛球啦，乒乓波啦，我樣樣都打得都幾好嘅。咁咧就養鹹水魚啦，即係用不同嘅方法，即係點樣去養一缸好靚好靚嘅鹹水魚啦，或者學不同嘅嘢，學語言啦咁。其實我哋每一樣嘢咧，即係。神可以俾我哋係好好嘅，即係我嘅生命咧。如果我譬如我去唔做牧師啦，咁我做一個可能攝影啊或者做咩，其實好多樣嘢啦，教書或者可能都做得好好嘅。但係我覺得嗰啲咧點樣都唔係最大嘅發揮，即係行喺神嘅路咧，其實最大嘅發揮嘅喺神裏面咧，嗰種祝福係最大。但我唔係話你個個都係全運，但係無論你係做乜，你就喺個喺你發揮生命咧，你嘅生命就發揮出嚟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行神的路，你無論做什麼你就會發揮出來的，將你的身體獻上最好的。然後跟著第二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。很多人為什麼穿這麼漂亮的衣服呢？為什麼化妝呢？人看到哇好漂亮啊，這麼厲害啊，就是想人的口為什麼穿出來沒有人留意的呢？即是你有些人其實哇，買咁靚嘅錶，成日都收埋咗咁啊，攞嚟睇先，都可能冇乜人睇到嗰個咩靚錶嘅喎。即係好多人好靚好靚嘅嘢，就係想人睇到，哇！一句哇就咁緊要咩？但係其實我哋所做嘅係真係令到人心裡甜出嚟喎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我哋真係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這個效法世界就是追求人的認可，但是我們真的祝福人的時候，人從心底處會感激。當然我不是追求這個感激，他真的會覺得哇，你幫完我真的整個人不同了。我還記得 Jenny 說一句說話， Jenny 很記得1月13號，是不是很記得？因為那天是你他的女兒失眠了四年多，第一晚開始睡到覺的日子，就是他來參加聚會，一經歷聖靈，神就很大工作。這些我將榮耀歸給神，我一點都不敢說是自己的能力，也都在心裡面不要偷偷歡喜，不過我一說就是榮耀神，即是說我可以在他生命中做的工作可以影響這麼大，我是覺得很有福，我是覺得我不配，不是我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，而你們都可以的。好像剛才美青都說到為個工人祈禱，這個老婆婆傳福音，他們都信耶穌，都是神的工作，在他生命中做一個永遠的改變。所以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心意更新而變化。但是剛才美青那個分享是要修改的，因為呢我們的心裡面都不要說人蠢，即是他做得不好呢，人人都有蠢的時候的，我們都有，所以耶穌就說了，你不要千萬不要罵人是蠢材，罵人拉家難免地獄的火，所以心裡面都不要說人，而是呢他有困難慢慢提升他啦。
咁嘅時候咧，個心意就改變啦，被神改變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就能夠分辨到神嘅善良、純全、可喜嘅旨意。當一個人成日都喺度咒罵、唔開心嘅時候，係分辨唔到、行唔到嘅。但係當你成日都享受神嘅時候咧，成日都平安，整個心意被神改變，你就會分辨到神嘅計劃，你就開始可以行喺呢個計劃。你有冇開始行呢個計劃？有幾多人呢已經開始行呢個計劃，開始越嚟越行到神嘅路嘅，請你舉手。感謝神，哈利路亞！感謝神喎，希望我哋每一個越嚟越行到，好唔好啊？越嚟越行到，感謝神，哈利路亞！嗱，神就俾我一個咁嘅意念啊，即係話有啲人就會察驗到呢個善良、純全、可喜嘅計劃，呢個旨意。即係有啲人察驗到，即係有啲人察驗唔到咯，係咪啊？察驗到係咪代表一定行到啊？唔係一定嘅喎，有啲人都話一早話我俾神呼召我去傳道嘅，不過過咗好多年之後佢先跟從喎，即係好多年之後佢先願意跟從，之前咧佢唔敢啊，佢冇行到呢個完美計劃。最完美計劃係 A， 可能我哋都未必行到最完美嗰、那個，不過唔緊要 ，B 都好好嘅，即係你低咗啲咧 ，C 都好好嘅，不過你唔好一路落到 Z， 即係。盡量同埋可以轉頭嘅喎，譬如你已經行緊喺 F G H I J K 啦，即係點樣呢？譬如你糟蹋自己身體啦，又唔能夠專心祈禱啦，成日都瞌眼瞓啦，又對即係成日都煩惱啦，咁已經即係落到一個低嘅層次嘅。但係你話我開始依靠神有平安喜樂，開始饒恕人，開始日日讚美神，你就會提升翻啦。未必去翻 A， 因為 A 係點樣呢？係你整個生命完全嘅獻俾神，你就會行一個最完美計劃。咁行到 A 唔緊要，你而家開始盡量而家嘅 A 咧都好好嘅，已經好好噶啦。你同隔離一講，而家開始行喺你而家嘅 A 咧已經好好噶啦，已經係好好啊！咁行翻呢個，進入翻呢個。在你而家可以行到最好的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好的，是可以的。嗱，你即刻要問一問自己，有咩地方需要修理一下啦？可能同家人嘅關係啦，內心世界啦，發脾氣啦，發猛整啦，啲負面嘅説話啦，負面嘅聲音啦，唔願意親近神啦，中意玩機啊，中意夜瞓啊，呢啲都係要處理嘅，食爭灰，食垃圾食物啦。咁食垃圾食物同親近神有咩關係呢？你人都食垃圾食物，這個身體咪呢個聖靈嘅殿就唔得乾淨啊，就會咧冇力啊，冇精力啊。我已經大家都知㗎啦嚇，63歲，但我依然咁有精力，由早到晚都係咁做，一路咁做。但係咧，我一樣咁充滿精力，平日打波咧亦都係咁有競爭性嘅。咁咧就係即係保持自己身體一個好嘅狀態。在可以的時候，你盡量去令到自己的身體健康，包括照顧你的睡眠啦、思想模式啦、情緒啦、食的食物是食健康的食物啦、開心對待人啦、祝福人啦，咁呢啲都係會令到我整個人健康嘅。咁我心意就係、是、個意思係咩嘢？就係、是、盡量行一個最接近神完美嘅計劃，係總唔會太遲。嗱，我講一個最差嘅情況，有一個人臨到死啦。他忽然間很大悔改，一生人信耶穌，但是信得很難。忽然間他臨死的時候呢，有一個原因令到他很悔改。他忽然間就告訴人聽，哇，耶穌真的好到不得，我現在才知道，我浪費了很多年，你們不要浪費了，即是哇，我現在看到原來跟耶穌這麼好的。譬如或者他臨死前去天堂回來，哇，耶穌真的好啊，天堂真的好啊，你們真的要愛耶穌啊。他可能呢，他回來可能只有一天，或者有幾日喎，或者幾個月喎，佢忽然間講説話，嗰啲人個個聽完，哇係喎，我哋唔好嘥我嘅生命喎，即係佢可以忽然間最後完全嘅扭轉佢嘅生命。不過依然佢係嘥好多日子，但係都好過之前好多，係咪啊？咁並且佢嘅提升可以有一個高層次嘅提升。其實一個人如果改變就好高層次嘅提升嘅。如果你話成日都話俾人聽，哇真係耶穌真係好啦，經歷神真係好啦，咁你咧就要高層次嘅提升嘅。咁我希望大家有呢個心態，成日話俾自己聽，我有個高層次嘅提升啊！一齊講啊！我有個高層次嘅提升嘅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好啦，嗱呢個睇下呢個圖啊，
疏遠神懶惰基督徒嘅果子係點樣呢？好扁好扁嘅啫。嗰啲親近神嘅、遵從神嘅就多啲多啲。但係完全委身嘅咧，同埋尋求神嘅策略，同神有密切關係、有聖靈充滿嘅咧，嗰、那個提升程度係高好多倍嘅。一個咁嘅基督徒頂得住幾萬個懶懶散散基督徒，嗰、那個影響力係超過添啊！因為嗰啲懶散基督徒，你幾多個都好啦，係只會令更多人咧係軟弱懶惰嘅啫。但係嗰啲委身嘅基督徒嘅影響係非常大。你都可以成為一個咁嘅基督徒，你想唔想啊？你都可以成為一個咁嘅基督徒，並且係開心嘅喎，唔係沉悶嘅。有啲基督徒咧就好委身嘅，不過好硬嘅。你哋要信耶穌，唔信耶穌落地獄啊！因為佢心裏冇柔和謙卑啊，同埋冇嗰種活潑生命啊。其實我哋神俾我哋咧，好似小孩子。好活潑嘅，神都好活潑嘅，所以西方亞書三章十七節講到佢咧，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，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嘅神係開心嘅，好似小孩子咁開心，但係好似比任何人更高嘅智慧，更加成熟，但係佢嘅開心好似個小孩子咁簡單。曾經有一個人咧，佢見到佢嘅天使喎，佢好驚奇喎，哇！佢話我見到四個我嘅天使，佢哋轉身，我話你有咩驚奇啊？他們的樣子好像那些小孩子的樣子，即是天堂呢，那些小孩子很開心很得意，那些小孩子的樣子回復回一個很單純的樣貌的，即是我們看到在神裡面，就我們可以回復這種單純的情況。以賽亞書五十五章九節，天怎樣高過地，照樣我的道路高過靈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過靈的意念，就是神的道路和意念是極高。你就看神的設計，我自己試過呢，我第一架車嗰陣時咧，我哋叫其實我第一架車、第二架車，我都係插嗰啲叫 spark plug， 即係嗰啲火嘴啊。咁啊自己要插噶嘛，咁啊插八條嘅啫，或者四條嘅，四條。咁咧就插嘅時候咧，咁咧就好難插嘅，有時即係有時整嗰啲整車嗰啲啊，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整自己整車，都係香港冇咩人整車嘅，自己多數都係拎佢俾人整。但係喺有啲地方咧就自己要整嘅。就發覺有時插啲線咧係好難插嘅，大家有冇試過整啲即係啲電線啊，屋企啲電線啊，要喺邊度插入去好難搞嘅，係咪？未，未試過。即係總之任何嘅線路或者織衫啊嗰條線要一路穿過，係咪有時會有困難啊？係啊。穿針難唔難？梗係難啦，係咯係咯。嗱你諗下，一條線都咁難，但係神喺我哋個腦裡面穿過億萬條線。當我哋整車時有一樣嘢喎。或者你有冇試過拆開一樣嘢整翻嗰陣時咧，發覺咦嗰啲線全部凸凸陷，咁你點樣？你點樣？即係你嗱，你佢啱凸凸陷，你拆開咗之後，咁你嘅手點樣捐入去可以拆翻佢咧？係做唔到噶嘛？即係你嘅手點樣捐翻入去拆翻佢咧？同樣我哋嘅身體就咁多線路，真係好奇妙嘅，好簡單。你就係食嘢，其實每一樣我哋諗都係好奇妙。你食乜嘢咧，佢就會出咩消化液嘅喎，佢唔會亂出嘅喎。你食肉嗰啲佢先出膽汁嘅喎，佢唔會嘥嗰啲膽汁嘅喎，佢會測試到嗰啲乜嘢，佢就出嗰樣嘢，就將佢消化咗又會用得到嘅，即係唔係變咗做一嚿唔知乜乜嘢咁樣嘅，係有用嘅嘢。呢個就係一個好奇妙嘅設計。神如果喺呢啲嘢咁有設計嘅話，喺我哋生命都係咁好嘅設計，咁好嘅路啊！嗱，人嘅路係點咧？人嘅路咧就係嗱呢個我形容啦，睇到下低嗰啲圖係咩啊？好似啲蚯蚓啊！哎呀，好煩啊！哎呀，好多困難啊！哎呀，冇錢啊！哎呀，又鬧交啊！人嘅路咧就係捐來捐去嘅，喺呢啲困難中捐來捐去嘅。人嘅路係點啊？唔活喺神嘅計劃係點啊？靠自己嘅，會擔心生活嘅困難。好多人都係擔心，一日都係擔心嘅。就算有錢人都擔心嘅。擔心錢唔知點啦，第日又唔知點樣分啦，總之好多嘢擔心，買股票啊都係好緊張嘅，好容易擔心、憂慮、懼怕，好容易驚嘅，而反而咁樣係少得到神嘅祝福。為生存而生活，就為咗要賺錢嚟到生活，注望喺自己身上，佢浪費佢生命。呢個就係一個冇行喺神嘅計劃之中嘅人啦。行喺神計劃點咧？佢時時信靠親人，遵從神。第一咧，話神係咪真係咁可靠？但神的而且確，我哋經歷係時時經歷到神嘅祝福嘅。有幾多個人經歷神嘅祝福嘅？請你舉手。
個個有感謝主，神係好真實。有冇啲經歷好奇特嘅祝福嘅？請你舉手。好奇特嘅祝福，好特別嘅，即係超乎平常嘅。嗱，我哋睇得到咧，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不同嘅故事，真係我哋發覺信靠親近神並唔係浪費嘅。我哋又會從神得力，得到神嘅祝福。即係反而你越遵求遵從神、跟從神，你越得福嘅。有信心為神發揮，跟住你祝福好多人。其實我祝福嘅人真係多得我都唔記得咁多，因為周時有啲人話：你嗰日為我祈禱咧，即係嗰個咧係喺邊度咧？真係諗唔起啊！真係對唔住。咁有時佢講嘅情景咧，可能會記得，因為實在太多啊！每個禮拜都有咁積聚嘅時候咧，係實在太多。咁有啲人真係以為我係會記得噶。嗱，嗰次你嚟嗰度宣教咧，我喺度為我祈禱咧，記唔記得啊？咁佢真係覺得我會記得咁啊！希望我都記得啊！即係求神俾我呢個記憶力。但係的而且確，祝福嘅人好多，多到都唔記得咁多。你想再係咁啊？多到唔記得，不過希望你有記憶力，甚至你記得嘅。咁感謝主。即係話兩條路，一條路咧就好似幽人。有冇發覺有啲人好似捐來捐去，成日都喺度哇，喺度困難，好多好多麻煩，總係呢個困難裡面嘅。嗱，有啲人覺得自己不如人喎。唔得嘅咧，哎呀，你揾第二個啦，牧師，我係行唔到噶啦，我唔夠料啊，唔夠智慧聰明，唔夠力量。嗱，呢一個 Nick 大家都可能聽過啦，佢冇手冇腳，淨係得嗰只腳仔。你諗下，真係一個咁嘅人出世，其實佢都曾經即係佢覺得自己生存都唔知做乜，但係佢得救之後咧，佢就好大改變。而家四圍全世界咧，都係四圍去提升好多人嘅生命嘅。林前一章27節一齊讀啊！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，叫那強壯的羞愧。即係有時有啲人話我太愚拙啦，我啲智慧唔夠高，唔得嘅咧，我講嘢又論盡，個樣又唔吸引人，身材又唔吸引人，樣樣啲條件都唔夠人，學識又唔夠，我點可以咁大嘅提升啊？你可以想像一個圖畫，我曾經以前有個教會，有一個年長的阿婆嚟到，佢一講嘢咧，哇！我真係覺得好唔同。佢講到耶穌點好，哇！直情咧，哇！即係個眼又發光啦，個聲音又興奮啦，又開心啦。咁我即刻請佢喺教會裏面去分享啊！原來唔係睇你嘅質素，而係睇你個心啊！當你嘅心好感激神嘅時候，你講嘅説話出嚟就唔同噶啦。當你好畏懼咧，就算你係樣樣條件都有，就算你大學畢業好有學識，到你見工可能你窒到不得了嘅。但有一個人，佢可能咧冇知識嘅，但佢好有信心做嘢，一講出嚟嘅，哇！那個老闆請呢、這個唔請嗰、那個，唔請大學嗰、那個，因為嗰大學嗰個都冇膽嘅，都冇信心嘅，又唔開心嘅，成日都煩惱嘅。但呢一個咧，哇！又開心喎、哦。原來一個人嘅質素唔係即係個質素就會改變佢，就算我哋嘅智慧智商唔夠高唔緊要嘅。而且你越親近神，你的智商越提高，你學嘢越快的，你越親近神，你的專注力越高。所以不要說自己呢不夠料，個個都夠料。你跟教練講，個個都夠料，你夠料的。好了，那什麼難了我們成就神的計劃呢？有什麼難了呢？最主要就是人的自我，自己我要什麼，我要什麼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感覺，我的怒氣，我不憤氣，我激氣，我要報仇，就是自我。他這樣對我，我不可以這樣對他，我一定要整回他一鑊，這個是自我了。人有時很愚蠢，自以為靠自己比靠神更加好，我自己去闖世界，哇，前面可能很多好的東西出來，但我們根本沒有把握，但是神裡面是有把握的。所以不要想著我們厲害過神，但是很多人真的以為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我會找到世界。很多人為什麼不肯去回教堂呢？我做兩份工我就賺多些錢咯，我做兩份工，哇，第二我多些錢，我買屋啊，買屋啊，哇，娶個好老婆啊，哇，我第二生很多個仔啊，啊，好好的啦，咁他的希望是這樣，但是不是真的他能夠實現到呢？事實上他是不是真的賺得錢多就好呢？其實越賺得錢多的人呢，他死後那些子女越更加爭家產，是不是？
同埋罪啦，人嘅罪係難阻嘅。我哋知道，我要憎恨罪，我哋一齊講，我奉耶穌名憎恨一切嘅罪，所有負面嘅嘢都唔好嘅，一切嘅罪嘅意念都係唔好嘅，罪嘅習慣都係唔好嘅。嗱，另一樣咧就係懶惰啦。好多人覺得懶惰係好舒服嘅，瞓喺牀嗰度攤喺度真係好舒服噶。的而且確係似乎係嘅。其實我是一個很勤力的，我成日都在不斷做事不斷做事，我又覺得很享受的，因為我看到人們改變嘛，所以我不覺得辛苦的。這個就是個心態問題，還有你有個目的，有個目標，而你有神的能力和計劃，那你就會做到出來的。所以懶惰是將我們的生命浪費了，將時間扔進鹹水海。很多人就說將錢扔進鹹水海，將時間扔進鹹水海更加嚴重。錢是好，時間是好寶貴。有些人覺得錢緊要啲，但係時間比較錢更加寶貴，因為錢你可以賺翻嘅。但係時間咧，你所做在人身上嘅嘢，做在你自己身上嘅，係你唔能夠重複翻嘅。你今日做過嘢，你聽日做唔翻嘅。拖延好啦，等下啦，牧師，第日我退休啦，我就跟你短宣噶啦。你。自己照顧自己先啦。其實我自己短宣已經搞掂，我一個人一腳踢，感謝神啊，讓我都學到喎。所以我一個人可以搞掂，但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將來一個人都搞掂，唔好拖延，因為你嘅時間好寶貴。喺我年輕嘅時候，我一有機會我就即刻不斷學習好多樣嘢。喺我初信主，我就記好多嘅經文，我又睇好多聖經，我咧就即係當時一知道神係真，我睇聖經即刻覺得好吸引喎。好快脆就睇曬新約幾次嘅，好快脆。我而家成日都不斷咁聽嘅，不斷咁聽，又一路睇，一路播放，一路會有字出嚟嘅。我成日都睇，一路有時一陣間就睇咗幾章，啊，即係好快脆可以睇到好多聖經，再重新嘅思想嘅。咁亦都有機會我就學習。以前我曾經喺一個教會侍奉咧，因為我係負責啊，即係參加同埋負責嘅聚會有13個聚會，都係負責青年人為主嘅。但我中間有啲空檔咧。咁我就會去練彈琴啦。我就喺嗰一兩年嘅時間，我彈琴就進步咗好多。就係我冇嘥到我有嘅時間。同埋有啲人點解咧？就注目喺問題啦，注目喺啲人嘅身上，唔肯饒恕好多個問題。如果你而家你成日諗住啲問題嘅，神可以幫助我哋，求神嘅靈感動我咧。